下去，你自己慢慢往下爬，我在下面护着你。注意安全，你慢一点，不着急。 再不起来，我就死了。啊！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摔着吧？夏菊，我救了你一命，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？我没求你救我，姐，你不能这样，十一哥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就是。 小家树，我跟你还有账没算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过来，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挺会欺负小学生的嘛。家务事，你管不着，闪开。哎，明明是你早恋，还不如我说你早恋。等会儿，你谁早恋了？嗯，他给别的男同学洗衣服。哦，你还给别的男同学洗衣服？你。 你不会洗的是我那件校服吧？啊，好，明白了。杨二姐，你这个十一哥哥谈恋爱啊！我是不跟他谈恋爱，我不跟你一起了，回家。哎，夏菊，运动会的事情，要不你再考虑一下呗。 我都跟你说，我让你考虑一下，有没有让你马上做出决定？这样，你呢？要是想好的话，明天放学我们等你一起训练。你要实在不愿意的话，那就算了。走了，拜拜。 你说你这一天天的进不干好事。小菊，佳树，啊，陈浩，哥哥，啊，你陈浩，你衣服怎么了？啊，我跟佳树玩的，不小心弄脏的，你买这么多东西啊？啊，来，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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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哥拿着。那个还是挺沉，我自己来吧。没事没事，一桶油还拿不了呢。陈浩，哥哥，你可别小看我，去年我可是我们学校的短跑冠军啊。 哟，这么厉害呢？那看来跑得快是你们家的祖传基因，羡慕。只是跑得快，又不是脑子转得快，没什么好羡慕的。姐，咱俩脑子生锈的也就只有你一个人好。哎，那个，这次运动会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十一刚刚又问我了。 这次比赛对你们来讲很重要吗？嗯，咱们学校男女混合接力赛已经连续好多年没有赢过十次中了，十一也是憋了口劲儿，想在毕业之前啊一雪前耻。这个比赛对我们来说关乎面子和尊严问题。那要不我参加一下吧？还是算了吧，我怕影响你学习。 不过我能想象，和你一起训练的话，应该会挺有趣的。你觉得我有趣？来，给我吧。啊，我先进去了。好，谢谢你啦，佳树。妈，回来吧。 有事，改天呢。这个夏小菊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十一，既然决定再求人家一次，等会儿见着夏小菊，态度一定要好，一定要诚恳。我又是给他打水，又是给他买饭的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可是你干这些事儿的时候，态度都是高高在上的呀。
不过你确实也有很诚恳的时候。嗯，什么时候？损他的时候呗。我什么时候损过他？什么飞毛腿啊，学习成绩差呀、啊？你说这些人家能爱听吗？我跟你讲，人家能同意就怪了。哎，你就不能说点好话吗？怎么说啊？就比如说，夏小菊，你长得真漂亮，真有气质。哎，就他那样，这种违心的话我可说不出。再说了，从我嘴里说下这种话，你觉得他会相信吗？这一点自知之明他还是有的。算了，你还是去教十字中那些人办吧。哎哎哎，行了，都听你的还不行吗？这就对了嘛。可是，直接对女孩子说什么？你真漂亮啊，你真有气质，这种违心的话说不太出口，不如猥琐，对不对？让别人觉得我对他图谋不轨似的。也是哈，换一个。哎，要不你哭吧，装可怜，一般女生都比较心软。啊，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我能屈能伸。十一，包包，你俩在这干嘛呢？找你们半天了，怎么没去训练啊？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行了，别说话，酝酿着。这不等下午局呢吗？这不寻着努力努力再求他一次，装的。我看还是算了吧，现在时间对他来说挺宝贵的，别为难他了啊。再说了，好像已经走了。啊？走了？啊？哎呦，算了吧，我们自己练去。走吧。在这儿训练啊！你们平常不都是这个时间在这儿训练吗？怎么，找到人了，不用我了？不！你怎么又突然愿意来了？我……哎呀，不重要！我跟你们说，我们现在有了飞毛腿的加入，我们想不赢都难。你给我再说一遍，什么飞毛腿啊？没，对不起，菊大侠，菊英雄，好不好？以后呢，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你叫我打狗。我绝不打击，怎么样？行，王左，你这左什么？快练起来吧！来。十一，你的衣服。
你还真的帮我洗干净了，那不然呢？啊，你们两个不会有情况吧？啊，宝贝，赶紧去吧。回来，说了不允许参加运动会，拿我的话当耳旁风。打咏春，叶问。再说一遍。关系，我好冤啊！宝宝，宝宝，看一下张老师还在不在那儿？啊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都怪你。陆十一，刚刚张老师说你是搅屎棍的时候，你怎么回答的啊？陆十一，你就是个搅屎棍子。那我是搅屎棍子，他们是什么？我，你突然想不起来了，想不起来了，你给我玩这套，我快死了，宝宝，快点，快点，想好了，快点，我上，说的是屎，不是屎，我上了，我上了。张老师，这事儿的确冤枉，我没跟你商量一下就把名给他们报上。哎呀，他们对这事儿吧，积极性挺高的。占用不了他们多长时间，积极性高也没有用。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的复习。你自己答应的事情，你自己去解决。我，王老师，来，来，我们上次商量报名的事情。办报了，但是你们也听到了，你们班主任不同意。他说的对，现在学习重要，运动会的事儿你们就别想了啊。以后啊，别惹你班主任生气了，他真是为你们好。再等一会儿回教室。老师，别走。郭老师，郭老师，孙老师。哎，那我们下周怎么办啊？我问你们。想不想一雪前耻啊？废话，当然想。那就只有一个办法。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？偷着办。大海如此的浩瀚，鼓声这么美妙，运动员们，你们不再像平常那样渺小，我们以你们为骄傲，我们会永远为你们叫好。场面啊，没见过世面了吧？哎，你别说，今天人还挺多的。那当然了，是运动会，当然人多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嗯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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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定会加油的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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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多学校，小菊，这里人多，跟紧我们。嗯，别东张西望的，跟紧一点，人这么多。十一，有看到十四中的人吗？没有。哎，陆十一，嗯，你看那边，他们应该都是体育特长生吧？你看人家那大长腿，人家那肌肉，我们应该比不过吧？你可是飞毛腿啊，这有什么可怕的？不准叫我飞毛腿。哎呀，我就是有点紧张而已。哎呀，紧张什么？人家肯定厉害，训练时间就比我们长嘛。啊，我们虽然是高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越说越紧张。嗯。哎。阿菊，你呢？先不要光想着比赛，想想奖品啊！啊，往那儿看，看到了吗？
奖品有名牌书包和名牌香皂，全部都是奖品。你说你这么爱贪小便宜，你想想这些是不是特别有动力？你才爱贪小便宜呢！你要是再说我爱贪小便宜啊，我不跑了。好好好好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就算不相信你自己，你要相信我吧。我在这儿呢，你紧张什么呢？你看人家玲玲，玲玲都不紧张。加油！哎，加油！哎呀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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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干什么来了？参加比赛啊！老郑同意了。兔子来了。咦？怎么？我可跟你说啊，这要让你们张老师知道了，我保不了你们。知道知道。郭老师。今天是礼拜天，我们白天没有课，只要晚自习之前赶回去，张老师一定不会发现的，你放心。对对对，不然我们能来吗？郭老师，哎，真拿你没办法。既然来了，咱就一定要赢，有没有信心？有当然有啊！快快快，去准备去，快快快，热身！辛苦老师，辛苦老师，准备准备准备热身啊！郭老师，拜拜。十一，陆十一啊，胆子挺大呀！听说你们一中不让高三学生参加运动会，我以为你们会当缩头乌龟呢。嗯，这谁的嘴这么臭啊？你们闻到了吗？你们别得意的太早，就等着叫爸爸吧。反正我是准备好当爸爸，那就各凭本事，看谁笑到最后。赛场见。为什么要叫爸爸？没什么，就一个赌约，输了叫爸爸。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我要是早知道的话，我肯定二话不说就来参加运动会了，还要纠结这么长时间啊。够义气啊，小菊。哎，不过你们之前为什么一直输给十四中啊？我们不要揭人家的伤疤。跑不过就跑不过嘛，没事，姐姐来帮你啊，叫姐姐叫姐姐。给给给给给，帮我们跑腿买几瓶饮料去，拿着。你就知道使唤我，我不去。我是让你找点事情做，分分心，不要那么紧张，拿着。早一早回啊！知道了。你看，我就说他爱占小便宜吧。继续练。你呀、啊，对不起，要不我帮你洗衣服吧。没关系，我回去洗一下就好了。怎么没事啊？这饮料用清水很难洗的，得马上用肥皂洗。哦，我看见那边运动会的奖品有肥皂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它赢过来给你的。实在是对不起啊。没事，我去找老师换一件。真的没关系。这女生还挺漂亮的。哎，我还不知道你名字啊！啊啊！这我怎么办呀？哎，我以为你走丢了，你去哪儿了？饮料呢？饮料在路上不小心洒了。那个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玲玲今天早上吃坏了肚子，现在站起来都费劲，一会儿跑步比赛速度肯定会受影响的。那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啊？她肯定是指望不上了。今天要想赢比赛，关键还得看你了，夏小菊。行。你怎么了？你不会也不舒服吧？啊，没事，我就是有点紧张而已。哎呀，不用紧张，平时怎么训练怎么来就行了，没问题的。
叫爸。爸爸在这儿呢。嗨，一中的，你们就等着输吧。无论如何，这次我们一定要同心协力，勇夺桂冠，冰雪前耻！加油！加油，小菊！加油！
正常的脚吗？帮我看一下。啊，没事，只要比赛赢了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都肿这么大了，来，起来。啊，不用，我送你进浴室。你一会儿还有比赛。你别动腿，消耗体力。你太厉害了，小菊脚扭到了。啊，再看看。走，赶紧去浴室。走。还好只是韧带被拉伤了，没伤到骨头，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谢医生。谢医生。这次啊，算你比较幸运，下次可不能这么冒险了。脚拉伤了还要去跑步，这脚还要不要了？你在这休息，我去给你拿药。好。夏菊，你真的好蠢啊。脚伤成这个样子，为什么不说一声啊？我本来是想说的，那玲玲不是肚子疼吗？我要是再参加不了比赛的话，我们肯定就输了。还好我没有拖后腿哈，我们赢了，来。你是不是傻呀？那脚重要还是比赛重要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十一，你也别说小旭了啊。回去之后记得冷敷，24小时之后再拿热水敷一下。别忘了用医生开的药。嗯，知道了。没想到你还挺专业的嘛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知不知道穿绿白色校服的是哪个学校？绿白色。嗯。应该是二中吧。你问这个什么？我今天把一个女生的校服给弄脏了，我答应要赔她一块香皂的，但是我忘记问她是哪个学校的了。要论蠢的话，我就服你，真的夏小菊。哎，奖品来了，奖品来了，奖品来了，快给我看看。玲玲呢？她不舒服，先回家了。没了。啊？香皂呢？为什么不是香皂啊？当然是书包好啊。不是，我答应好要赔那个女生一块香皂的。哎呀，不同的比赛有不同的奖品嘛，香皂是跳高项目的。我答应好要赔人家一块香皂的。小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香皂赢来送你。刚受伤了，坐。幸不辱命，拿着。谢谢你，阿成了。哎，十一他们呢？嗯，在那边陪宝宝比赛呢。那我先去看他们，一会儿回来找你。嗯，拜拜。成狼好不容易赢回来的，真舍不得。要不给那个女孩重新买一块香皂？不太好吧？都已经答应人家了。不过今天来比赛的人那么多，不一定能再见到她呢。那就不能怪我了。嗨。好巧啊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恭喜啊，冠军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冠军啊？哦，其实你猜对了一半，我确实是冠军，但是奖品不是香皂，这个是我同学赢来的。嗯，给你。那就谢谢了，啊。
你是一中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夏小菊，橘子的橘。巧了，我叫林柚，柚子的柚。橘子柚子，我们俩还真是有缘分。哎，夏小菊，夏小菊，夏小菊，又赢了。真的？他们太穷了，就给了一根笔。没事儿，赢的是荣誉。啊，对了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新认识的朋友林柚。大家好。这是我的同班同学，他是程朗，他是陆十一。哦，包想想。嗯，香皂就是他赢的。那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啊，我还有比赛，先不和你聊了，改天再约吧。好好好，加油啊！嗯，拜拜。加油，加油，拜拜。慢点啊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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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夏菊，嗯，脚怎么样了？还疼吗？啊，好多了。哎，十一。这回我们该去看好戏了吧？看那个出息！哎呦呦呦，来来来来，看看这都什么呀？哎呦，金色的真漂亮，羡慕羡慕，哎，羡慕羡慕啊！比赛结果出来了，你们输了，叫爸爸吧。对呀，叫爸爸吧，十四中的朋友们。磨蹭什么呢？快点啊！哎，干嘛？想赖账啊？要不就算了吧。要不这样吧，打赌的事儿呢就此结束。但是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十四中的人不许再找我们一中人的麻烦。行，一言为定。有机会一起游戏厅打劫吧。没问题。谢了，走吧，后会有期。哎，程朗，你怎么就能让他们这么走了呢？他们叫爸爸，我都期待好久了。笨，咱们要赢只是为了争口气，又不是单单为了这个赌局。再说了，真让华子他们叫了，那咱们一中跟十四中矛盾只会越来越深呢。嗯，好了好了，运动会的事情也结束了，趁今天开心，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好好的搓一顿怎么样？我同意。同意，走吧。哎哎哎，等会儿，走。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。我发现我们这挺有缘的。为什么？你看啊，橘子、橙子、秋乐桃、桃子，还有刚才那个美女柚子，加上我包子，我们都是吃的。真的，就差陆十一了。其实我一直有一件事情不太明白，你为什么叫陆十一啊？又难写又难念。说你傻，你还真傻呀！陆十一，陆十一，当然是十一生呢。啊，是这个意思啊？不然呢？我表哥也是十一生的，但是他叫建国。要不我们以后叫他陆建国或陆国庆怎么样？感觉。等一下，不能这样叫。十一竖着写就是个土字，要不以后我们叫他大土吧？啊，怎么样？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小菊，你脚是不是不疼了？啊！你要是再轮骚，我给你揍在这儿，你信不信？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小菊，你这样说真的很过分。就是。我说的对吧，大土？哎哎，你慢点，你慢点，你慢点，我扶你。大头，我的，你哎，你俩小心点儿。你行了，差不多行了。小菊，小菊，小菊，哎呀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们比赛都比完了，谁来看你们比赛了？我跟你说，我们赢过十四中了。不是，班主任知道你们偷偷来参加运动会，已经杀到门口了。我是来通风报信的，赶紧跑吧。啊！有一个你狂奔在高原里，另一个你无声的叹息，没有人能够明白你，快乐不透明，痛苦不彻底，很高兴你一直不甘心这样放弃，很心疼你
倔强的眼睛，有些泪需要休息，时光里染上的印记，多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，去找回一路上存在的意义。真实的。